哎呀，我老丈人来了。哎呀，你又把爸爸的项链拿出来了。老婆，你问爸爸吃饭没有？爸爸吃了。吃了是吧？哎呦，老丈人挺年轻啊，穿得很帅啊。爸爸今天很帅呀、啊，这小裤子。比你帅。比我帅，哎呦我，老丈人体格比我强啊。大金链子。老爸，你跟爸爸说，那个给爸爸买的茶具啊，现在一直没有送货啊。买的茶具现在到胡志明，但是他不给我送货。他说什么时候都行。什么时候都行是吧？叮，给老丈人看一看。哎呦。我说让你们说宝贝像我爸爸、啊、爸爸说宝贝像你，宝贝像我是吧？他们说长得像我老丈人，你们啥眼神啊？像我老丈人干啥？宝贝长得很像我，没看我拍的段子？哎呦，看看你外公，哎呀，你外公来了。你好，外公。你外公还给你发红包呢，你外公。嘿嘿嘿，你外公要给你个大金链子啊。老公啊，你再叫宝贝，要红包。要红包，必须要给啊。我老丈人那个给我家孩子一个大金链子啊。帅。我老丈人的野猪牙啊，哎呦。这个老重了啊，这个大金链子，看看，老公给没呀？不给吗？爸爸是不给我的？哎呦，分了两个戒指啊！哎呦，这乖了，你看行不行？行。哇，你太嚣张了，他一会儿出去可能被打。哎呦，我估计被打，赶紧给爸爸摘下来，背下来。老爸，赶紧给你。哎呦，这太金链子。爸爸走了，爸爸回家。爸爸回家，老丈人骑摩托车来了。哎呦，你拿这个枪，老爸很精神的啊。你爸爸很帅，比我帅。拜拜，老丈人走了。